们的十年之造土豆的人正在播出。我觉得反正就你肯定都要找自己适合，总要各种各样都要试过。我那如果也，但也有人他做的第一份工作也好，或者他做的第一件事儿，就是他想做的事儿，那非常幸福，这个无比幸福。我觉得我一直到现在，主要是做到我真正觉得比较快乐的一件事。不是我杀的，就是你杀的；不是我杀的，就是你杀的。Can't touch this. 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就是你杀的。Can't touch this. 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就是你杀的。Can't touch this. 不是，不是，就是。2005年，著名的恶搞短片《一个馒头》引发的血案，风靡中国网络。这种普通网民上传小电影、小短片到互联网的行为被称为播客。创立于2005年底的土豆网是中国第一个播客网站。第一个上传的我印象挺深的，那还三月初，就那还没正式推出之前自己传的，就是我跟我那个、我们俩去黄山去旅行，被他拉去，特热的天，然后他背了一包，他在麦肯锡那时候，日子比较辛苦，那个我们俩去转悠，他还包里还揣了一个笔记本电脑，然后大小器材挺多的，背着扛不动了，然后。我们在黄山那个是哪个地方忘了，反正找了一个那种挑山工那种的，就是他就帮他挑包，那我就拿个 DV 没事在那拍，然后挑山工跟他说啊，从这个另外说从这挑到什么口忘了，好像是什么迎客松那儿100，然后我那哥们说我哥们是哈佛商学院毕业对吧，麦肯锡这个、啊